我就是愿意上访，我要带赵娥党党纪委副教授到他们市政会代表，请他来作证。一个宣布案过了，你们当行政主管的林达哲，你到时做了什么动作？我在将近四年的台大的校长工作，获得了无数的老师、同学、校友和行政同仁的协助和支持，一直铭记在心。在这里要向所有人表达我的谢意。我在此重申不续任的决定。等一下，我请各位不要再对我不续任再进行投票。在未来的两个月，我会协助校务的交接。在我任期届满之后，校务上假如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尽力协助。台大的校评会，还有外面的调查，台大的校评会，科技部的调查，还有教育部的调查，我在学术伦理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在过去接近四年来，在当校长的任期内，所有校务的推动是问心无愧，做得非常好。是什么是辞职的理由？那前面的部分我已经说我要盖棺承受，盖棺承受我就应该把事情做完了。那辞职是负责任吗？其实是不是负责任的态度，你应该是把它做完，然后把你的事情非常有责任的交接给代理校长或者是继任的校长，让他知道我们的校务的推动哪一些地方是还有一些需要做的，哪一些地方是还没有做完的，哪一些地方还有哪一些重要的事情，特别是学生有关于这个整个我们在教学的改革，我们在推动很多的事情，学生的第二专长，很多很多事情是需要走的，往前走，你不能耽搁的。辞职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，并不是必须的。另外，整个的学术伦理的规范呢，整个运作方式也需要这时候赶快把它建立起来。